屏东县政府向好 BP 增设3600万元，办公室个准备400万元的经费，而且台铁林路站到竹田站，也以这个茶站行过附近的一环境，来推动很富裕客庄铁土文化人气工程。其中林路站的站前工厂，今年是做好启用的，也以工厂的设计用来改造中的客家元素，目的就是要加强铁土休闲的功能，还过爱客家精神，文化高度的人看到。林陆茶站站前工厂落成启用，其中最有亮点的是南山草型的小树喷水长廊，以及王爷婆所坐的花轿为主题的沙梯儿童游戏区，也就融合儿童参与同民间风俗的设施，已经被当地民众看作是宝贝。昔年的个比较讲啊，来个原来好去教，哎呀，交通唔系复杂，个安全。上面的福利啦，吼。所以我是讲啊，你攞奖上去啊，珍惜。哦，因为小朋友过欢喜啊，就也还孙那边有得跳舞啊。屏东县政府推动幸福以客庄铁路文化园区工程，目的是要将客庄铁路线的闲置空间发发再利用，并融合当地的文化特色，营造各个客庄对外村民的美丽门户。那特别把它规划成一个有在地客家元素，甚至全国第一个用客家花布、客家花轿作为溜滑梯主题公园的地方。对于林陆来讲，阿等火车站嘛是一点门啊门户的地方吼，啊本他家坐火车来方便来到林陆也来聊聊。古业幸福以客庄铁土文化园区工程，还包括竹田向石狮站的绿林友善园区，同竹田站的玻璃社屋也着实施。屏东县政府希望透过铁路的串联，打出一条便利的客庄悠游路线。客家新闻陈文廉，屏东报道。